航天员从神十三开始又有这个护航以来保护他们返航，最近刚刚回来的神十七都在用这个护航仪，如果返回舱一出来就坐在这个椅子上。而这张椅子呢，首先是脊柱的保护，还有就是颈部的保护，航天员对我们来说是很宝贵的，所以要很好的保护它。